Blackpink Jennie 在今年5月被爆出一张与防弹少年团的 V 同游济州岛的照片，两人的恋爱说因此爆出。不过各自为男女天团人气成员，有许多粉丝坚持照片中的并不是他们，是有心人士的刻意炒作。然而不久后 ，V 在机场现身时戴上了 Jennie 代言的香奈儿饰品，又被认为是在默默发声。最近推特上有人再度爆出他们的同框照，照片中 V 在做造型 ，Jennie 则在后面对镜子自拍，两人脸上都带着甜蜜的笑容，但依然有许多粉丝指出光源等细节问题，试图证明照片为 P 图。对此 YG 公司仅表示 Blackpink 将于25日飞往美国，近期为了回归相当忙碌。不过24日一早 V 也同样前往美国，这样的巧合再度让人雾里看花，许多人猜测两人可能会在纽约偷偷约会。而才过一天，推特账号又出击，这次发出的照片是两人身穿情侣装在家中的约会照，背后地板、墙壁甚至摆设等等都和 V 以前的自拍照如出一辙。有人猜测照片是从 Jennie 的非公开 IG 流出的，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手机云端被盗用。就算真的是 P 图，公司也该强力回应才好啊。